本节目由深入味的勇闯天涯 SuperX 独家冠名播出，勇闯天涯 SuperX， 够胆够 battle。 Hello， 各位看官们，这就是街舞四小二又和大家见面了。咱们书接上文，上节课我们说到四位队长盲盒选人，既凭运气更凭本事，国内外街舞大神集合斗舞讨教，神仙打架。厂牌考核热火朝天，排兵布阵，谁与争锋，旗舞比拼一触即发。节目组新赛制套路满满，队长也要上阵比拼，国内外的高手过招，激情四射，队长与顶级舞者的合作，这般行云流水，亲密无间，也是小二我万万没想到的。一年不见，我们的队长默默努力，然后惊艳了所有人，出手如此不凡，定是有备而来，所以之后的比赛更加值得期待了。下半场街舞争霸挑战赛打起来肯定更好看。It's time to battle today, and we're gonna kill it now. 这一天等很久很久了，不管是谁在我们面前都得拜拜。You good, but me best. We'll do my best. 人均冠军的顶级舞者巅峰对话。风格迥异的编舞大神脑洞交锋，全程高能 battle， 炸点应接不暇，精彩程度翻倍，保证让你直呼 nice。 作为这届四新任队长，当然逃不过街舞传统异能 battle 环节。小二和你们一样期待刘宪华队长的初体验。街头争霸本周即将告一段落，但舞者们的炸街才艺是否还令各位看官意犹未尽呢？周六看完正片，请移步海选全记录，各式各样的街舞作品一网打尽，宝藏舞者一个都不能少。就在21号本周六晚8点，一定要来看哦。街舞一周精彩抢先看，街舞营业中营业每一天。周六晚8点采访篇，众舞者揭秘 battle 背后的故事。周日晚8点相对论，三儿牧童连线冯正，冯三童爆笑合体。周二晚8点中外联盟，小鸡 JoJo 爆笑中文课开课啦。我去你懂吧，我去啊、不是这个，是表示就是有很多情感的。周三晚8点 ，Reaction 林梦等街舞大神专业解读，燃点炸点，营业不打烊，快乐不散场。下周一，这届人都爱吃的火锅更新了，快来和小二一起火锅吧！来，吓死我了！哇！吃着最辣最过瘾的火锅，队长们还不忘进行一些语言教学，交流切磋。本季，舞者，中。啊，本季舞者中，对，说得好。谁教谁呀、啊？你们俩到底？又发生了什么，使得一星队长要自罚一杯？正确答案是。为什么？8月23日晚8点，四位队长邀请你来边看边下饭，说好了不见不散哦。们要跟大家讲的是，我们有一场 battle 友谊赛。小二最心心念念的街舞未来之星们，本周也有精彩表现。周二中午12点，师傅我要跳舞了，萌娃变身酷宝闪亮登场。看小舞者们 battle 的火药味，小二已经在期待不远的将来，他们来到这街大展身手了。小舞者们加油，冲呀！
街舞的精彩说也说不完，小二只能剧透到这儿了，大家自己来浙街发现探索吧，我们下周再见。